11月19号，有网友晒出王源近期接受采访时自曝在生日前夕打游戏，因未成年被强制下线的崩溃经历。当记者问到今年发过最有意义的一条朋友圈是什么，王源说：11月7号那天，我稍微有点闲，就上网打了2个小时的游戏，然后就跟我说你因为未成年所以被限制游戏时间，给我强制下线了，给我气的。网友们笑称网络世界好严格哦。芒果捞新闻，恭喜圆圆成年呀，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打游戏啦，报道。